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ly， 好几天不见了。这几天我都待在家里面喂鸡、喂猪、喂狗、喂猫，然后偶尔还出一趟医院。我爸这几天的情况呢已经好转了，从那个重症病房然后搬到了普通病房，应该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吧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院。现在呢，我准备要开车和姐姐出去医院那边给老妈拿一些换洗的衣服之类的。对，现在准备出发了。不知不觉，这辆5700元的铃木北斗星已经买了将近两个月了。我们是在2021年7月20日拿到的驾照，2021年12月15日买的车。期间时不时会去练车，大大小小也有10次了。从在村里不断练习，直到开到二级公路上，从只会开一二档到熟练的上3-4档，我觉得我们的进步还是挺大的。当我学会了开车，我越发觉得家里有辆车真的很重要，无论是二手车还是新车，家里有辆车可以方便家里人出入。我们家离市区挺远的，以前都是坐电动车出入城区，刮风下雨都得忍着，而现在即使刮风下雨，出入城区都方便不少。其次，尤其是在老爸生病没有办法开车的情况下，我和姐姐都可以开车送他去医院了，不需要像以前一样打出租车。记得以前我和姐姐还没有学会开车，老爸生病需要紧急去医院，我们都只能在网上打车或者打出租车，等着车子过来，这个时候也得等个10-20分钟。试想，这次老爸心肌梗塞，这么着急的情况下，如果耽误了这10几分钟，那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？我之前看到网上的一些评论和网友发给我的私信，心肌梗塞真的是一个需要紧急就医的疾病，如果救治不及时，很容易致命。所以我们真的很庆幸买了这辆车，5700元，铃木北斗星，虽然只是二手车，但很值得。车头出现，没出现，没出，他都没有直下来，没出，快碰到了，也是危险。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，我们来医院好几趟了，这已经算是最标准的倒车入库了。之前老倒的东倒西歪的，我们只能往那个停车的位的最边边上去倒。那好了，要上去拿东西上去吧。电话给老妈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准备上去病房那边。我爸呢，这几天，昨天还是前天，已经转到那个普通病房了。刚开始3天左右是在那个重症病房监护的，后来好转了嘛，就转到普通病房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准备要上去。汪汪同学刚刚已经上去住院部了，然后弟弟买了点水果，那姐姐现在正在吃零食。啊哈哈，我也要吃这个酱香饼，不错。嗯，真香。嗯，这酱香饼挺好吃的。等一下。嗯，不用了。放。戴口罩怎样不进去？嗯。要戴口罩。我感觉你们不一定进得去。我也感觉我不一定进得去。我们那我们就在下面等。对，我去那里等你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走走走走走，快点走，快点。前辆车不是在哪吗？那边。好了，现在呢已经是下午的2点半，将近3点了。我们看完老爸了，现在准备要回家了。过金阳坡的后了。嗯，过几天老爸就可以出院了，嘿嘿。病情好转，然后天气稍微变好一点，也不下雨，
心情稍微好一点了。嗯，哎呦喂喂喂喂，我们要赶着回去喂猪了。下午那一次好像没喂呢，等一下我去喂点干料吧。中午到外的。嗯，今天的猪还没喂呢，中午的午餐。嗯，赶紧回去，赶紧回去。走这条路你就要小心前面的车了吧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已经哎呀回到家了，又是我开回来，然后等一下喂个猪吧，喂猪了之后就中午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到了晚上又得喂，再喂一顿。嗯，这就是我这几天每天的生活。好了，那这一期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啦，然后大家今天吃好喝好，早点休息，我们下一期视频见，拜拜。